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继续为您讲解 CCTV 杯16强的另外一场对局。这盘棋呢是柯洁对谢尔豪。我们先看一下现场的画面。这是柯洁。柯洁。谢尔豪。柯洁这会儿没有在薅头发。对。正面形势刚刚布局。还早。对。比较焦灼的状态可能会不自觉。他完全是无意识的，我觉得。一种习惯。记得小的时候下棋的时候有比较熟悉的对手，他会摸耳朵。就他一摸耳朵就证明他这棋就不好了。会有那种小动作还是能揣测出来一些。对。然后这是谈笑九段。曹老师，这位是李维清。李维清。我现在名字都很熟，但有时候脸对不上。这是李轩豪。是。都是咱们熟悉的面孔。范印。范印。印象中李轩豪的快棋挺厉害的。是这样吗？我有没有记错？不，还可以，是还可以。我印象他好像一直就是联赛会下快棋，才会下多一点。比较快棋下的比较好的是有那么几位。李清城蛮厉害。李清城他是快，就是慢棋也当快棋下的。所以如果是快棋是每放一小时快棋的话，他的时间是挺够的。就棋感非常好。我李清城小的时候印象就很深，但是很小就下去特别快，都不怎么思考的就下上去了。是快。陶欣然九段啊，陶欣然现在都九段了。好厉害。对，这个年轻人进步快。是。陶欣然是今年全运会的冠军。对。好，那我们进入棋局。好。黑棋是柯洁，白棋是谢尔豪。是。这棋都是临时拆先的。挂小目。挂星位再挂小目。飞一个。飞一个。这个。现在也。也会看到这个定立的。立的话黑棋就虎一个吗？还是有其他的下法？有其他一点下法吗？就是这个呗。我看虎会更多一些。对，走这个嘛，你被他藏在这儿了。这个地方是这样，他这地方少打一个。还是便宜的，以后你起来的时候这个力量不一样。这紧了一口气。对于白棋来说呢，这个棋形呢，当然白的也有一点点担心，你这个打吃的话不是绝对的先手。从打不着了。就是当你需要打的时候会打不着。对。那需要打的时候就希望是有可能打不着。二棋进攻击的时候。对，那打完以后要点这个啦。要举个例子说，本来你走我是搬起来的话，这个打刺刀这一个有个接，你现在打刺的话，它有可能就回来了，就不走了，是。所以这个地方很微妙，对，很微妙，很微妙的话，可能黑的还是觉得，这样定型还是亏一些黑棋。你少打一个，我现在不太好办，就觉得我想走这个呢，又下不出手了，这个是这口气没紧上，这个就没力量下。对，那如果走其他地方，头感觉有点软。对对对。所以更多的面对力的时候，黑棋在虎上面。然后打吃。白打一下，粘上。白棋把它吃掉。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定型。是。然后白棋点33。是。挡住。爬出来。飞。跳一个。现在左边和上边哪条边，这个白棋会选择哪边。接下来实战选择的是这边。
啊，拆了一个。这如果不走的话，黑棋接下来这个逼住紧逼住，对，特别舒服。是这个是很少，就很这个舒逼服，住，所以白棋还是选择了拆这边。哦，那本来会觉得白棋选择拆这边，黑棋就在这边补一个，一人一个，但实战黑棋是走的这步棋。这个比较花哨，哦，这个掉一个，那他也是觉得还是这边大，而且柯洁也认为这边大。那白的也不好硬，确实也不好硬。白棋往这硬的话，你看这个黑的就可以盖过来。是，白棋，这里，这里跳。跳，这个跳比长好。长的话，黑棋就方方心心爬过了。这个黑的棋形是不错的，所以他跳你就过不了。你藏这个的话，起码我是不会马上接的，或者我跳这个，或者我就直接挡下来。跳，然后黑棋是拖。白棋搬，黑棋拖一下，然后再加到这里，这个棋形下得越很来紧越花凑，里胡哨，因下为得很这棋紧啊凑。是这样，走这个的话，正好他要从这里挖。那这又看明白了，这先对，拖这个一便下，宜了，是。拖完是为了这个对挖，你不拖的话，他是要走这个的，那再拖肯定是拖肯不定走到不的，到了。是。所以然后他先先拖一拖，下，这次序下得然特别后再好。加，再加。不过白的也有变化了啊，白的打入在这里，打入，这白的下的挺好的。打入，然后黑棋是盖住，双方下的都很灵活，对，白棋挖，谁也不挨着谁，挖，然后白棋黑棋是打的下面，成，白棋成。那就糊了一个。这好像白的还可以，啊，白棋这样走的话还是可以的。如果白棋没什么不满意啊。然后外靠，这个外靠。喜欢的。这个现在人工智能喜欢的下法，之前还认为这个外靠很损实地，这就是一般都是黑棋这边可能有一个子的时候再靠是再吧？靠，让它后上加后。但我看现在很多时候，包括咱们人工智能的推荐，就这边没有很坑洞早的时就候也靠靠上去，了，这虎这个拖，因为是这样，我拐起来的时候，一般来说，如果你这么搬出来。走几个子再被我分头，可能黑的也觉得会入空。是我看推荐的分头选点大概在这个位置上，啊，是吧？因为这有一个点了点爬完出来，爬回去，这样看这里边的实控就没那么大了，是，是它有后续的一个手段，所以黑的也不方便搬在这儿，太空了。那拐的时候黑棋实战是这边拆了一下，拆了一个边。然后白棋飞，一起挡住那白的应该不会长了。像这种地方，棋有没有注意？我这盘棋还没看过。我是觉得长的话，它这个是一个早就等这一手棋，可能就白的应该不会长。要下的话，以后有机会也是跳轻灵一你点。这个打是绝对先手，对，可以看成是先手，是。可以先不下，所以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他拆在上面好一点。这样不走的话，这个始终是一个很好的点。那么你如果要走，我爬；你长呢，我就尖一个。这个就相当于这个棋形是白棋长跟黑棋尖交换，这个是黑棋这两手棋交换是黑棋占便宜。
所以看到这个棋形的话，就是我的脑子里就出现了这个图。嗯，这个哎，长我小尖，我觉得这黑的棋满意。那么再反推理过去，再往前两步就可以考虑，这是可以考虑，就是这个是下围棋的一种思考方法。嗯嗯。这他猜在这里，对，可以去飞一下，应该不会长了，他是走这里。然后白棋黑棋是断，这个拖了断也是后续的常用的手段。对，那面对这个断的时候，白的实战选的是长上面，长在这儿，也是一种流行的应法。是白棋如果吃的话。是正中黑棋的心意，是吧？缺的在这里，被拍一下啊！哇，这个棋形就确实白棋很难办，这提也不是，粘也不是，这怎么办呢？提被打一下，被打一下，他怎么办？对，这个棋形有问题。对，有问题。所以实战断的时候，白棋选择往上长，长这个，对，就一个转换。黑棋也是长。那将来是注定会形成一个转换，黑棋白从这儿冲下来，冲下去。这个白棋也不坏，好像冲下来。因为这里白棋这手棋的效率还依然在。出完再尖住。小尖。尖住。白的还可以。其实跳。白棋又走回去了。压一下，压一下，再飞这个，飞住，对。总觉得黑的下法还是有点空啊，空空落落。然后白棋这边加打入，打入，或者说加，不可以。黑棋是镇住。这手棋，棋友们有没有发现最近出现的频率很高？下力啊，这个棋形的话，下力一下是。刚才那盘棋也有啊，对，也在这个角度下了一个力。这个力不仅是说实地脚步实地大，还附带着外面对黑棋的一系列的手段就是的就没有了。力的话，黑棋是走了一个这个。逼住，下得很紧凑。这步棋好棋的样子。点黑棋是贴。先点一下再小尖。对，这个调子感觉不错。是，顺势出头。然后黑棋是飞。飞。冲吧。对，这个是个棋形，对，然后刚好跳出去、刚好跳出去。然后黑棋回手，这是一步大棋。再攻下去不见得有成果，所以他先守一步。压过去了。对，这个黑棋是走的是这儿。白棋是飞。曹老，您觉得现在进行到现在双方这形势怎么样？好胜负吧，好胜负。我觉得白的还可以，还是军事。我觉得白的这里叫处理好，白的应该还可以。这棋因为现在题目比较多吧，是，就一眼看过去，只要黑棋没有很大的空，它的题目总是一个负担，对，或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是，因为一开局的话，从 AI 的角度也是白的胜率要高一点，高很多，是吧？60%呢？对，60%。现在好像快到61%了，又增加了啊，61%黑的可能就39点几。对，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个影响将来贴幕有所调整呢？也有可能吧，这是。好，我们看这个是走完之后黑棋，黑棋尖了一个。
这里尖出来。对。尖这个，然后白棋是反贴。这个时机还是挺好的。因为这时候你如果搬的话，它就挡住了。就没有这两个交换的时候，白的是挡不住的。挡的话，他就直接就把你冲断。好，就是这个三个字走不着了，弄不住他。那么走这个呢，也有适应手的意思。你假如走这个，我就挡住。你现在冲是不行的。就一个扳。对，一个扳。一个扳。一扳就这三个棋筋就死了，这个是黑棋崩溃。是。那么不过实际上还是有可能可以考虑扳。这样没有。就把它吃了。对。你要走这个的话，我就走一个。我推一个。对，我这里先实控是便宜，但是他实战是用了强，他走这个，他不想让黑白棋在这里挡上。对，实战这个勾了出来，虽然棋形不好看。对，但这个实战的对于心理也是蛮可以理解的。他接上，冲出去，冲出去是，这个白棋接下来是退在这儿。对，推的话下一步就冲下去了。那黑得粘上。这里都是一本道了，是没什么变化，都得粘，都得硬上，都得粘上。他是先压这个。哦，先压再打的。对，先压。先压的这个。再打这个。再打的这个。他是不是就是你接上去挤了？黑棋是粘上。白棋是挤。黑棋粘上，他搬，冲，对，粘上，那黑棋是粘这个，白的再出来，从这儿出来，这出来，穿出来，这白的好像成功了，我觉得，调子挺顺的。穿出来。因为他把这次跑出来也是带着木的。然后现在还有点跟你对跑的意味。冲一下。贴出。然后打一个。这个还能打上现在是吧。这个有好处诶，其实白的好像找机会应该白的走掉。团掉。对。这里这个有多口气，多一目棋。其实我是不太想借。但多先。对。就搬一个或者怎么样。对。可以不借吧。而这个还不止一目棋，是不是这里边气还对呀、气好紧、是。那曹老师，这个这步棋之前能团着吗？应该能走到。能团着啊、那团一下，确实差很多，气也差很多。他是不是怕团不着？就是他是有点担心团不着的，就团这个的时候，他怕他走在这里，可以叫强杀这块棋，或者走在这里。是啊，你如果拐过来，他就飞。这当然黑的负担也是很重。这个就复杂了。有可能是看不清。不过呢，我是觉得呢，就是你这冲出来以后，当黑棋打出这个时候，这两个不是非接不可的。对，他实战是接上。然后黑棋跳住，白棋靠一下这也是防冲断。黑棋挡上，白的应该跳在这里。
白棋这盯了一个，哇！啊，这个这地方不走，可能是要出这样的问题。嗯，有靠哎、欸，那过来一段就行。是，断的时候，这个白棋挡不住了。嗯，白的这个是后手。嗯，我可以冲反冲。因为这个冲是先手，这外上面是联络的。对，是。嗯，气太紧了这一带。他白棋丁丁、哦、丁，然后黑棋是翻。嗯，跑，这都是命令型，这冲，白棋接，嗯，必来，拐一个，嗯，白棋，拿这里有一个大的棋，接在这里，粘上，嗯。还是威胁黑棋的眼位。嗯嗯，他跳这里是吧？嗯，跳了一个，冲击的位挡住，提起挡住。嗯嗯，跳在这里，嗯，怪里怪气的棋形、嗯、这样是活了是吧？黑的，嗯，搬住，要搬这个，对，打吃，接上虎一个，这就算告一段落了。嗯，不，这棋还没完全虎啊，是，黑棋还要补。感觉从布局从这里杀出来之后，直接进入到了官子阶段了，马上就马上该收官了。嗯，啊，不，这个地方是不是还要补啊？我冲了以后。就是比如你不下的话，冲了以后我一提、嗯、这个一点怎么办？大块这个劫我当然是给你撑住。嗯嗯，要补。对，实战黑棋没补，没补黑棋实战走了一个这个，飞了一个这个。哦，嗯、他还瞄到这个地方、强调这个。对。有这个也还行吧，也是在兼顾这块棋的死活。有这个扣，有这个扣，这地方有个扣，还能够坚持一下。嗯，啊，他是这样，这个很锐利啊，点在这里，点在这儿，进入了黑棋的心脏地带。嗯，黑棋会有。一丝寒意嘛、嗯、这个地方。垫在这里。他要冲出来啊、哦、这边你没办法。还得粘上把白棋再穿出来。哦，那这样的话这眼位就有点问题了是吧。嗯。然后黑棋是。搬。白棋虎。嗯。嗯。这个典型的在夹缝中求生啊，这黑棋接上，嗯，然后再虎一个，白棋这个不能被黑棋吃掉，然后黑的这个顶上，白棋这里补，要补一个吧，陪他回来，补一个，白棋虎打，对。然后黑棋是从缝里这个地方抠出出去，抠吃，然后白棋打吃，嗯，就踢掉。嗯，白棋这一系列的下法也不是说一定要吃它，就希望黑棋也还行吧，也还行啊，收获一些官子上的好处。对对对，嗯，让白棋虎住，专注，嗯。挡住，嗯，黑棋捕获，对，白棋，嗯，哦，
这个图白的收获也不大。就把自己走后了，自己全部连上了。木薯上收获不大。没什么收获。是，这地方跳，这再被黑棋跳过来，什么木都没有。而且黑棋，从现在结果来看，黑的还是满意了。然后黑棋是这个长回来。哦，这地方还能长回来。长一个。长一个，好，接下来白棋这步棋很精妙，加，加我这一次，加吃，这步加是，不见得，官子上的便宜吗？不见得是好棋，对，看着挺厉害，但没什么用。那如果要走的话，它这个。哦，直接立的话 有可能亏木。直接立黑棋也要补一个吗？黑棋也要补吧？不见得肯定补。嗯，这里边儿，这个打劫里边是打劫而已，不一定补。他这个将很明显就为了要这个挡的先手。不，你挡这个，我提在外边。局部木是损不少，那要这个挡的先手是在对这边有帮助。这边怎么呢？他实际上没有走，实际上是打了一个这个，然后黑的变回去。他所谓的帮助是走这个，有一点帮助。哇，断可能也不算便宜了。哦，断可以是吧？断的话，黑棋要吃吧，这仨子不能给掉吧？吃，这里边有个打劫，我有个搬下来。有个打劫。这棋好像白棋啊，我觉得啊，白棋要既然一路拖了，就要从这种地方想办法。是，就从逻辑上感觉他应该是这么想的，因为他要打吃的话，这个应该就不用拖，拖什么呀？就我就打吃这个就行，打吃这个很亏地。被他走回去了，这个实际上亏太多，这两个也亏了，亏了几分之几目肯定有的。从他这个进程上看，是不是把他加的时候是想冲了断的？但是加完之后又觉得冲了断不是很满意，下棋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亏一点算了，但是回头还是亏，及时回头。然后白棋是进在这。现在这，我先提了一下。做一个交换，然后进来。黑棋是贴，又团了一个，是不是读秒了？又团了一个。这有一直在读秒，你可以可能一小时以后就一直在读秒。对，就争，就怎么说？最后一次那个打架。打将读秒，争取一些更多思考时间。连续走先手，然后是尖。他走这个，跟着长就是了。胡回来，长。挺厚。贴一下，这棋是贴，然后做一个眼，这个棋形，这个做眼的话，一方面是把下面防住，也防了黑棋扳住，对，这也是算是虎的棋形吧。但是这没看见白的掌墨。挡下去了，挡下去。走这个，跳。这个，好像后续的后边的变化，一直黑的在掌木，白的没看见掌木。
黑棋这块实地还是挺大的。目前看黑棋实地要领先一点，对，目测。就。靠了一个，然后黑棋吃，把这个补后，吃的时候白棋虎下去，黑棋是在虎，可以自己虎下去，黑棋虎，白棋冲。这个得补一手了，这再不补的话，脚上夹进去，这官子被搜刮太惨了。夹，点，刺一下粘上。这黑棋控好。现在没什么大的关子了，就这个也有点大，我冲完他一般接，没什么大的关子了，这个嘛也好像也只有爬了。冲一个。在黑棋这个没走掉之前，挡不住。早知道早走掉，早知道走不掉啊、没有机会走。也不是吧。走的时候白的时候可能会在下面行棋，冲的时候然后黑棋就往回退，退回来的话，他这地方是变成一个后手眼了。对，这个死活是没有问题啊，这黑棋活棋，死活绝对没问题啊。然后接下来是黑棋是走的是，对，爬了一下啊，白棋爬了一个啊，这个先手啊，这上面是不是还能稍微再收刮一下，小尖，对，小尖是走小尖，小尖，黑棋也小尖，也小尖。这个挡住，这个挡住目数很大。这不走的话，这个伸大伸腿，或者是点完，点是不是又尖回去、我不管下面哪里都太大，大伸腿也很大。这白气很紧，这个挡住非常大，挤一下，粘上。收护手是这个偏一下，这个偏一下。仗着有那么一两个劫财，劫财啊！那现在是接上了，对，是接上。接上的时候看，其实，黑棋走了几个先手，打尖啊，先尖了一下，这个是尖完之后上面又团了一个，这是黑棋的打尖，对。就争这在这个时候打将的话，肯定是想争取更多的时间把目点清楚。他打入了，打入。那这底下不是白棋的空啊？对。那这打穿掉，这白的实地是很紧张。太紧张了。他，这个打入厉害。他是不是要接上了？黑棋这边先冲了一个，这边先冲一下。冲一下，确保这个是先手。对，冲完马上就立。这个是先手。马上走了一个立。但立的时候，白棋也立了一个。也立了一个，把他这个眼破了。对。一边活棋，一边把白棋黑棋眼破了。
那这黑棋局部，哎，那这底下也有一只半只他眼。接上，嗯，白棋白粘棋上，接上啊，这样定型黑棋，黑棋要赢了。嗯，这不光把空给破了，自不己过感觉啊，像连这吃带是拿的，对，连吃太难。自己的空还围了七八目棋。嗯。哇，这个收获不小。收获太大。嗯。哇，这白的好处就是这粘。里搬掉了被他。这个搬粘也是逆收四太目，大了，逆收四目。逆收不止四目，不止四目。你叫逆收哪只四目？不是逆收，说错了，双先四目，是双先四双目吗？先四目。如果双先四目，那对，可双能，但先四是目。呢，不一定是黑的搬接是后手，啊，这个搬砖不一定是先手。对，但是最接下来最厉害的下法，说不定还是就吃在这里，嗯。是先手白黑棋早搬了，对，这下你对，没早搬，早搬了等搬不着，搬不着，搬不着，搬了已经被白棋便宜了。嗯，是挡刀了一下，这里面手段就没那么厉害了。对，哦，那这个被搬掉确实也挺心疼的。不是过是黑是，棋在那一带已所经以，很大收获了。对对对对，这个，但是那这个搬，就一般来说就被白棋便宜四目棋，因为是这样，你看啊，我看要如果收官是冲掉搬接，讲起来是后手，但这个打字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嗯，只是说在这盘棋可能是后手，后但手，正常这应对，该因是为，先手。哎，对，因为你说大概这个这样提掉，那你怎么弄啊？你这没法弄了。嗯，好像也只能虎一，哎，这虎一个虎一拿出个，你来。看我提掉，你如果要挡上的话，这地方还要补一个，你只有三目棋，对，减掉我一目，你只有两目棋这地方。对。假如你补一个呢，你有八目棋，嗯，这个下一手棋可能算先手的话，有先手六目。先有六目，很大了。就正常观怎么应该没有比这个大的？是，但是这个也是确实很大很大。嗯，那边对，有一个完最了以后的，后他就一路扳接，这扳接，实战就先不下，他虎一虎一个，个，然后这像这种虎啊。棋友们要注意，如果说这个口封上的话，我就不用下虎了，就下接了。因为这个地方还有可能生变，就是举个例子说，他这一搭配进来的时候，我还可能不理他，那么肯定是虎好一些了。这样眼位丰富。对，目可能以后这老你老进来，我也会好的。是，好，他立，他一路打飞。大飞，白棋小尖。嗯。小尖的时候，黑棋拐，白棋就粘上。对，白棋粘上。粘上，哦，黑棋再往里爬，再爬，白棋跳一个。五目棋，角里，那这个走掉了。尖，接受，上，哦，是立，立，立好一些，挖，挖一个，对。走，走，走，飞，尖住，尖住，吃，这地方黑棋走，你可以加过来就行。对，
吃的时候会去打吃。吃上。还有什么地方大了？没有太大的关子了。粘这个。嗯。那你还要把这个吃掉吗？粘的时候白棋这个回来。啊。一二三四目。不止。嗯。还不止。四目不止一点。嗯。对。退。那做这个也，这个拿块切做一、哦，现在是一个眼、两个眼做出来。嗯。这其实走的。走一个，叫吃。对。下关子了。哦，这。啊，接下来冲的这个，然后再冲这个，冲这个、现在冲的，冲两下，没了，先手一目，没有了，好，这个是一个两目的关子，嗯，粘这个，粘这个，嗯，这个是，这个。这个是先手一目半，先手一目半。对，因为你算着它，如果应该差不多吧，冲你要挡上的，也不挡风段，这两目棋都没有了。嗯，如果这样算打是先手的话，就先手一目，一目半。这不是挺大的吗？差不多两目了，不止一目半。这个不大，这个三目，后手三目，这先手两目啊。哦，先手两目，然后不是这边有一目，这边有一目，两目我冲一下。嗯，先手两目肯定比后手三目要大。可以再争下，再抢一个。对，是的。他白棋是把这个走了。把这吃掉，这是应该是三目。吃了，打完吃。嗯，黑棋就是在这里。看一下，当中走一个是两目。嗯。哦，这个。嗯。这个暂时。棋谱显示。对，这棋谱显这个按不动了、嗯。啊。也没关系了，这个是小、很小的关子了。嗯。我们来看一下目数吧。好的，这个应该是黑棋赢了，但一直没有好好看能赢多少。嗯、这个地方、我们看作是这样，黑棋走一个，白棋走一个，那么黑棋、白棋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目，嗯，是吧？嗯，这个地方是提的十二， 12, 嗯。这地方不是铁的、也是铁的，是十三，十三。对，对，这颗子是铁的，这颗子这颗子也是铁的，十三。啊、嗯，这颗子呢？这颗子是？不是铁的，十三。对，这个子不是铁的，这是白棋挖进去的。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嗯。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白棋只有三十八目，嗯，对吧？嗯，黑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吧，是吧？这里就不算了，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九四十一四，哎。我什么地方少出算少了？嗯，这里算了吗？没有，这里没算。四三四四五四六，这还有一个啊，十七半亩，四十七八亩，嗯，跟三十八亩，嗯，盘面
89目左右，89目。八九目，而且现在还该、还是该黑几下。该黑几下。啊，白棋刚刚把这个打吃走掉。对，那是胜负应该是一定的。对，旁边黑棋下能下到九目吧？肯定能够下到九目到十目之间了。那目前的话，因为刚才是我是算作，就是这里算了一目。哦，这只算一目，就这里都没有算，不，这里这算黑棋的目、哦，这里没算目。那、现在我黑棋下黑棋可以挡在这里，又多两目。我这是两目，两目半，两目半的话，我黑棋一手下上去，黑的就多了一目半，对吧？跟我刚才点目多了一目半，对，所以这期黑的九目是稳的，应该是没问题。嗯，那黑棋小胜的局面也很稳了，对，没有什么变数了，是的、哦，嗯，因为我们这个棋谱。传输上可能出现了一些卡顿、也没问题，都是很小的官子、应该就是他打吃吃掉，然后他可能会收一个两目的，这是两对两目。目前这个官子就剩下都是一对一到两目棋小官子了，没有了啊，就对这般胜负的话应该没有太大影响。哎，刚刚曹老师您点目的时候啊、我刚看见这个角的变化，还有袜吗？我在看黑棋这步粘，他如果补这个是不是先手啊？补这个，因为这里有一个靠。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补这个的话，就是黑棋把这三目先占上，如果白棋挡的话，可以我再粘这个。可以的。因为全盘后手三目是不是目前最大的了？这个还没有。这档还没有。不，你走这个时候他就已经要冲了。这个，那我就那我来不及。你走这个，我来不及。你走这个，来不及。对，后手三步，这个还得挡上。这个也不，那个你肯定是不挡，还是这个三步挡？还是粘这个。不，有问题吗？没问题。嗯，对，没问题。这个看得清没？应该是没有。对，已经赢了。这盘面九目朝上。旁边九目是该黑棋的，朝上。旁边九目有的，我们看最后，现在胜负结果也出来了。最后是柯洁，黑棋是一右四分之三子获胜。那样的话是旁边九目，或者是十目。旁边九目或者十目，对吧？对。对，差不多。九目十目对，差不多，就感觉是不是白棋曹尔还是觉得这一代后半盘白棋的处理上有点落空，是没走到目数啊，就从这里开始一串哈，对，就这里走完直接就进入到收官了，那个时候是不是地盘就稍差一点？对，从实地上来说，我总觉得一度的话。白的还是可以的形势，后来就什么都没走到，不走目，一直是，最后很要命的，这种地方都被黑的成目了，对，比白的目成的多，对，这黑棋打入完之后，白棋这一串，当中我们摆的快了一些，应该白的有更好的收缩的定型的方法，是，是的，后半盘这盘棋柯洁表现的很强大。是。下的应该说是没有给对方机会。对。对。下的很又稳。几乎可以说滴水不漏吧。对。官子收出的也很好。对，是的。那最终这盘棋也是柯洁获得了胜利啊，进入到了 CCTV 杯的八强。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再见。